哎呀，吵死人，对不对？今天摆脱了王董，爽啊！终于摆脱了王董，爽啊！好，声音怪怪吗？今天呢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出门伺机作业好方便、好简单、好好记直播装置，也不简单啊，蛮复杂的。整个重新连线，好，昨天终于没破音了，可是呢，声音小逼了，太小逼了，所以今天呢，就那大声一点，讲解几个东西，让大家能在直播的领域当中玩得更精彩，搞得更愉快。是，那好 ，Solar Air，Terra Deck 的 Solar Air 很好玩哦。今天满满的大直播现场，要来玩 Solar Air。出去了吗？今天生意不好，没人呢。啊，开间播。怎么开呢？就今天呢，刚刚忘了做电视，先抽管烟，再进来。就烟没抽就上了，这下子后面会不会晕倒在直播台上呢？会不会休克在直播台上呢？我想是不会的，没有那么虚。脑筋有点转不过来，想间播呢。刚刚好不容易忙完，今天情况还不错，现场情况还不错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大家满满的支持啊，谢谢你们啊。哦，有了。播出去了。好，现在呢，要玩的是一个免费软体，双镜头直播 ，Solar Air。各位有兴趣吗？啊，没兴趣吗？啊，我也还是播。有兴趣吗？哇，哇你嘞！局呢？哎呀，6666 ，Jerry， 你中沙发了哈！第一个人称之为沙发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有术语的，求了，求了。哦，电话一进来之后呢，秒了，黑了，黑了，黑了。没想到他黑了，电话来了还在播。他还在播呢，哈、哦！再叫一次进来。好，现在呢，今天讲的是 Mevo 跟 Solar Air 之间的大补贴，哈、哦。哎呀，人数不够啊，讲起来不愉快的，啊、哦，不愉快的啊、哦，人要够才会愉快嘛，是不是？这里怎么感觉东西少很多呢？这个感觉东西少很多，这样不行，要点业绩才行。好，人在聚集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先做一下准备，讲解一下 Terra Deck 的 Solar。Air 在不用 Terra Deck 直播盒的情形之下，如何进行双镜头直播打字幕上 VCR？ 但人不多，我有权利不讲啊，因为太这个东西太精彩了。
太精彩了啊、哦！不讲可以吧？好，来直接讲了，啰嗦，说来呀、啊。苏莱尔呢有很多种版本，哦，那我们现在把它直播出去。那直播出去前，我做了几个准备，一个镜头，啊，定卡在这边好了。两个镜头，三个镜头，四个镜头，掌声鼓励鼓励。这音乐不能播了，会出事啊！这音乐 要花钱的。这种 YouTube 的广告也是。那音乐是要花钱的，不能开玩笑。哦、不要惹麻烦、哦、音乐不要在网络上乱播的，会惹麻烦的。阿鲁，是，这条线拔掉，这条线拔掉。好，今天的直播大致上就是在讲 Mevo 还有那个 Terra Deck 的一个应用，这个拔掉，然后插到这个先拔下来。哦，弹插头吗？我只要那个线就好了。好，讲解一下这个线哈、哦。阿鲁，你帮我监听一下那个 YouTube。啊，还没有 YouTube 还没播，大家记得一件事，老师讲了好几次了哈。你如果收音收到一些哔哔叭叭的，就是他在充你的手机的时候，他插到了 B 插，插到了 B 插，那么就会变成怎么样呢？就会变成怎样？就会有电流声呢、啊。哦，要不要表演电流声给你听？哦，不要嘛，哈、哦，好，不要，哈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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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卢董，来这边电源帮我拿一下，在后面。中配感觉画面很浅。这画面很浅。很浅。因为它是破音质，放哪？那不，我要电源，我要电源拿出来。好，教大家哈、哦，就是说。制造电流声给你听哈 ，Mevo 的电流声给你听。卢董，这个插回去，刚刚那个位置。好，今天为大家担任助理导播的是卢董。啊，王董呢在医院。啊，没事，他没事。王董在医院干嘛呢？这孩子不简单。凡是放假的时候呢，都会去照顾他的阿嬷。哟，看不出来哈，那死小孩挺孝顺的。会去照顾他的阿嬷呢、要从下面穿过去，然后插上电源，然后我给大家制造一个满满的电流声哈、嗯。有，插好了吗？嗯。可是没有供电呢。啊，有了，供电来了。好，今天运气好，嘿，没有用到那一条会产生电流线的那个充电线哈。好，那麻烦就是说，如果说你遇到电流声，你就拿一个好一点有牌子的这个，这个电源给它充电用，比较保险。好，现在呢，刚讲了几个镜头哈，哇，多到一个镜头，一个镜头，两个镜头，三个镜头，四个镜头都行的，好，看你高兴，看你高兴。那再来是 camera 的部分， camera 部分分为前镜头、后镜头，啊，好，大概这样子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先播出去的哈。先播出去之前呢，我们先按黑画面 ，Go Play Live。今天边看有较忝吼，我也足忝的。一个怪代志拢造出来，一个怪怪代志。
那这是罐头音乐哈，大家自己上网抓。不用怕，我有 YouTube 神曲。可以用的吗？那是只有没有版权的，都是一些 Mixer。不是 Mixer， 是他们自己在 YouTube 拍那个上传的那个歌。帮我看掌声的打开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好。今天声音大小，杰瑞声音大小 OK 吗？好，没有人甩我们。好，掌声开始了哈。好，老板加薪。OK 了，播出去了。好 ，YouTube 那边也播了。好，杰瑞，谢谢哦。好了，不要关掉。音效都关了哈，真的很吵。嘿，彼得潘，谢谢你哦。不会太大太小就好。好，进入现场。好 ，Boss 的直播秘密大公开，直接教大家玩不花钱的直播。Solar Air 就可以了，但是呢有局限的哈，就是影音不同步，这一个软体呢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没有买它的硬体盒啊，播到后面都不同步，有障碍。好，一个画面，两个画面，三个画面，四个画面，要不要再播送呢？不要了吧，太多机了。好，这边是 Migo， 这边是那个 Terra Deck 搭配了 Verb Ultra 30直播这个画面。哎呦，木干。好，现在这个画面呢，卢董打声招呼，妈，你给我出来哦，翻脸哦，卢董过来，干嘛？好，卢董打声招呼，好。我们在这卢董这边还可以做一件事，不要动了，还可以抡一抡啊。但是呢，比较跟 Migo 比还是输的很多，输蛮多的。目前 Migo 还是第二名，好，第一名是谁呢？没有第一名，好，没有比 Migo 更厉害的。好，这个画面有看到哈，可以有很多机的，而且可以到处移动，没有问题的。轻轻松松能够达成你的目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入了这个今天的主讲 ，Mivo 的大补贴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可以做什么。阿富你好。哎呀，你们就聪明啦，赚到啦！今天看到这一集的都赚到了，这不能用啦。这个是他们素人直拍的，不能用啦。那个也关掉啦，跟大家讲，就是网络上的音乐都不能用，好、哦，都不能拿来用。什么？你自己在讲那个，你没有经过他同意，你就公开，就是不对啦。好不好？这点我道歉了、哦、你一定要有经过一个程序，像我们是跟英国购买音乐，出一台年来用。哎，好，郭伟明赚到了哈、哦，是。哎，今天的直播大致上给大家看到一些秘密哈、哦。好，那，接下来要播的是。接下来要播的秘密是 Mivo 大补贴，教大家如何把 Mivo 调到淋漓尽致，用到尽善尽美，播到出类拔萃，搞到出神入化哦。然后呢，然后我电脑就给我出状况了，电脑必须重启行了。
的妈呀，这十几万的电脑。呕心沥血。播到呕心沥血哈，播到诺贝尔奖，神经病。好，准备哦哈，这一个精彩的来了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刷出去，刷出去，然后再把它回回来。好，关掉。好，现场画面，再来三个画面，四个画面，单一画面，上字幕，上 logo， 上夜景。好，要 low 卡吗？好，精彩。接下来呢，再来个什么呢？蔡伯旭66666，林建宏66666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今天是直播大公开，脱裤子时间。哎，宣恩66666，蔡伯旭66666，林建宏66666。好。那先前呢，因为王董在呢，都给他弄，结果呢，声音呢，就会加油添醋。今天呢，火大了，哎，哎，是是是，哦哦哦，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来进入 MIVO 的教学，进入 MIVO 的教学，好 ，MIVO 的教学。教大家如何用 WiFi 轻微回音是吗？好的，我就不监听了。那出问题麻烦哈，因为监听的人跟直播的人都同一个人，麦克风跟耳机呢之间这样串来串去。那如果有任何声音异状，麻烦大家 key 上来，我再来处理。好，现在就不会有任何的回音了。好，那我也就不监听了啊，不监听了，把监听的重责大任交给各位，因为今天王董不在。好，王董有监跟没监一样，有听跟没听一样，只要他监听，那一定爆音，给押韵呢！我靠，我真的太佩服自己了，哦，这样子就可以押韵了。糟了 ，YouTube 出问题了吗？脸书它有啾啾的声音。脸书有啾啾的声音吗？是脸书吗？嗯，我看这是脸书。那你业障重了，因为别人没有反应了哈。你业障太重了，你有啾啾啾啊！好、啊。拿过来，我们现场卢董业障重，他有出现那个啾啾声，叫出来，声音声叫出来。那点到开到最大吗？对。各位，你们有这个声音吗？好了，你的声音关掉。嗯。卢董的业障重哈，所以他的那个喇叭叫出来的声音就啾啾啾了。所以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在直播的世界哈，千奇百怪。我们曾经播着播着播得很爽呢，哎，奇怪呢，有的人就是看不到。那播着播得很爽呢，有的人就完全没有声音啊。这不是业障重，这难道是什么呢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紧接着呢，要播出来的是 MIVO 大补帖，已经不知道第几集大补帖了哈。MIVO 大补帖，好 ，Let's go。一定是我没有 iPhone。你没有 iPhone， 好可怜哦。原来是你没有 iPhone， 好，好。那今天这个超复杂的直播呢，其实蛮简单的啦，蛮简单的。谢谢波士抖给谁呢？波士需要人家抖内呢，他喇叭也要换了，该换了，是啊。那个好，现在的频道呢，在 YouTube。
怎么还没有拨过来呢？我查一下哈，帮大家查查，帮大家查查，帮大家查查。已经播十分钟了，我们家播室是网红，什么网红啊？听你在放屁。好，大家看到大补帖的连接方式，它产生的字幕跟这个真心不骗，真心不骗，真心不骗是大陆用字，台湾人没人在用。有了，你好，是吗？我看到都大陆人，真心不骗的。移动追踪，人的移动追踪。它不是大陆。再来，它的性能呢？它是 Sony 的 4K sensor， 166的角度镜头。那么是立体声的麦克风。宝宝心里不蛋宝宝，不说是大陆来的，也是大陆建议你购买它的电池。它的电池呢，装了之后，续航力长之外呢，画质会更好，因为可以拉链。再来，录影可以录到 HD 720。那么它的那个使用的装备呢，是 iPhone 5S 以上的装备就可以了。好，平板电脑 iPad、iPod、iPod Touch、iPod Touch、iPad 都可以用，iPhone 都可以用。那它的版本要 iOS 上，那目前它的像它的手机都是在 5S 以上，它能够正确的使用它。然后呢，阿卢帮助人。然后再来就是说他的那个 Mivo 的 Camera 哈，他 Mivo 的 Camera 会议室好吗？华如会议室，那个 Mivo 的 Mount 他有附一个 Mivo， 一个多小时的续航跟一个 Mount， 然后再来就是16G 的记忆卡在这边，不要找我要，已经装好了在里面，还有16G 的 Adapter， 还有它还有一个电力供应器、电源供应器哈，在电源供应器。还有一个三米的 USB cable， 那这是大致上它的配置。那另外呢，它拥有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使用呢，也需要我们这边来帮您协助。还有就是说这个Live Streaming 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到 Live Streaming 的一个平台跟脸书的一个平台。那还有就是说，你如果是要跨平台使用的时候呢？就必须要我们的专业课程来指导你，还有就是或者你要做10支 Mivo 跟25支 Camera 的连接呢，必须要再加购它的一个专业软体，然后它这个适合学校啊，还有一些商业的活动啊，还有很多很多基本上直播主都可以用到的地方。 Mivo 啊，很厉害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讲起 Mivo， 然后 Mivo 呢，它最大的特色在于就是说它一机可以创造九镜的画面哈，一机创造九镜的画面。Hello， 开新页了吗？还没。打开手机。好的。那连接 WiFi 的时候很简单，你如果说你是手机的话呢？如果你是手机，你就直接用手机呢，连 Mivo 会利用你的 4G 讯号，直接作为这个网际网络传输的一个讯号的一个来源。那你如果是在家里使用呢，就希望在室内使用呢，你可以有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买它的那个。你 Osmo 哪个型号？大电池。差五吧。差五 ，OK， 那我知道。大电池。因为我是看网络上看你的讯息。这个我之前不推荐，是因为觉得一切能够用就好。大电池棒棒啊，长这个样子，后面插的网际网路线，插到网际网路线，它的电源整支长达十个小时，它的电产量在这边，把它启动。那整个电源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边呢，来把它可以把密码整个是自然的，对，它没办法织哈。对啊，它装打结吗？装上来。那么 Mivo 这大致的 Mivo 扣三脚架或者扣灯脚，或者扣麦克风头都行。差不多。
那它的出接板是这样子用，这个锁，这个麦克风脚架 stand 三脚架，谢谢。4/10哦，不哦，还有那个4/5三种螺丝规格都同，这样的状态是也是小型的，这是它的收音筒，收音筒很强大的收音筒，这是它的记忆装置的位置，对，这是它的供电，你如果说是个人使用可以买这样就行了，那你如果说预算上面太大压，想要钱一定要买这一根，它的电磁棒跟它的网际网络的那个。室内这个链的那个 RJ45链的这个接头组一定要买，因为让你省很多事情。好，那买下去之后呢，接下来开机，开机之后呢，要注意这个东西要擦拭干净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是它的讯号，还有它的电池。当讯号很强大是蓝色的，然后再来绿色，再来是我忘记灯号了。大致上这里只要红灯就是有问题，这里也是红灯就是有问题就对了。然后当这里发红代表 on air， 好，正在播出中，就这么简单了。好，开机之后我们把这个打开。首先你 WiFi 跟蓝牙一定要先拨开，蓝牙 WiFi 一定要拨开。好，一定要先拨开，再来呢就直接开 Mivo 了。好，直接开 Mivo，Mivo 就连线非常的快速，它非常的快速，啊、哦，它非常的厉害。那个你去装一装，把它煮起来，它要上热靴。好，那到这边之后呢，大家看一下哈。那就这个麦克风一支。我们不要连它，我们连这个，因为我们你手机也一样哈、哦，这里有个这个东西，你有 WiFi 传音下去这里。如果手机这里。按左边刚刚那里，啊、哦，他就直接利用你的那个4G讯号出去了。那按右下角之后呢，他会让你进行所谓的这个 WiFi 的选择，好，进入选择区域哈、哦。那你如果说他直接帮你连这个，你 OK 你就不管他，那你要自己找呢，你就要找这里按这里，选择你要的 WiFi， 选好之后呢，啊、哦，我选 5G 这里出去，啊、哦，选 5G 出去，啊、哦。选好之后出去五 G， 好连好线了嘛，好，按连好线了。那么我这边按不行 ，OK， 好。爸爸在家不可以摸摸，放手。好，灯号亮起哈。乖乖。它就有几个选项。爸爸在家里。Record HD。他不是还有个拍卖网站？来，进去啊，拍卖网站。还有。FB。那么选择这些 这些画面之后呢？找冠军师他就会出现。在奇摩找冠军师。选择 FB 之后呢？你就可以顺利的将讯号传送出去了啊，讯号将讯号顺利将讯号传送出去。再来呢，我们现在不可以使用上几个技巧。假设是这里哈、啊，我要出 WiFi， 记得哈、啊、选择 HD 的画啊，如果只有一格两格，你就只能选择 middle 跟 low， 为了流畅度。那 HD 是720、这480、这360哈。如果说你的平安的环境真的很糟，那只能建议你退而求其次哈、哦，被迫不可的话，这里打上你的标题啊、哦，越耸动越傻，狗血越精彩越好，再来播出去的方式。那记得哈、哦，粉丝专业只有 public， 只能够全部播出，没有 log， 没有 only me， 只有个人有事才有 only me 的提供。啊、哦、，OK， 那再来呢？播出之后呢，在这里啊，播出之后这里选下去就是发布到你的其他平台，譬如说你要发布到那个你的 LINE 群组，或者是说你要发布到其他的这个客人端，它有 WeChat、LINE， 还有很多的那个社群软体，可以同时把连接发出去，人家一按就直接播直播，直接播直播。所以它的平台并不能说只有它在是在连接，它可以跨平台，利用连接的方式跨平台，也能够达到推播的效益哦，哈、哦，这个是请大家注意的。再来就是效果，画质的效果，画质的效果怎么处理呢？大家到这边来 ，Advanced Setting 这里哈，然后我习惯的话就是稍微调亮一些些，因为我的环境是白色的。那你如果说不需要曝光，这叫曝光，我曝光到 1.2。那你如果说用原厂设置0的话，它会过暗，或效果会变差。再来台湾请选择60赫兹哈，不要问为什么。
那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滤镜哈，这有各式各样的滤镜可以用啊，不建议使用啊，不建议使用。好 ，advanced setting。好，再来。嘿、hey, ，大家好。昨天来了个韩国小朋友， okay, 今天来个巧克力，这边自动曝光模式哈，选择可以。来了个巧克力哦，不然它会忽明忽暗，很讨厌。来一个巧克力、哦。这里的亮度跟彩度呢，可以自由选择。那我的习惯，我不喜欢太鲜艳的东西，所以我颜色是稍微下微下降一些些。好，那再来就是那个，来，在这边，你在这边叫做啊、有巧克力可以看哦，哦，这样子。这样子，好、哦，荧幕会这样子，这样子。高追过，嗨嗨嗨，好、哦，还有 Migo 他有个好处，在开播之前哈、哦，他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他会跟你讲。哎呦，巧克力要上班了。他有 High Middle Low， 选 Low 就对了，选 Middle 就对了。如果是女生选 Low， 来多世界各国的。男生选 Middle， 会不会讲中文？产品选 High， 记好了，女生选 Low。哦，好，我来。拍起来像，皮肤漂亮。男生选 middle， 皮肤不用那么漂亮。选 high， 拍产品，搞清楚了吗？当所有都乱掉之后，按 reset 就行了，就会恢复到原。你会说中文吗？好吧。你会说中文吗？好，这边，再来。他会讲中文吗？他才两岁半，他不太会讲话。不会讲话。其他的部分就包括连接电脑的部分，我们在下次课程再跟大家讲解。啊，连接电脑的部分有一些技巧，我们目前没有拍教程，门市限定，抱歉，门市限定。还有一些上字母的教学呢，还有上高波 VC 啊，这些教学呢也是门市限定，啊，很抱歉，好，那目前跟大家报告到这边，啊，希望大家能够，畅快直播，好，一日一直播，业绩往上冲，记得哈，你的。播出呢，会给你带来大大的、大大的利益、大大的满足。再来讲，再来讲这里。这里呢是脸部追踪打开。Oh my god！ 那么他在贴着人脸的时候，他会跟。对，他头发超 Q 的，超好摸的，很好玩的。他就会跟。那现在没有跟是因为没有执行，他执行的时候，执行运作的时候，他就会跟着你的人跑，是在这个位置，是在这个位置。什么是亚凤？那 follow， 来 follow 哈，就是整个镜头会运镜哈，去找爸爸，先寻找脸，再来镜头运镜，再来 auto take。Autopilot 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会自动帮你运镜、跳动、跳直自动 take。直播台快被它炸掉了，这是兔子的。也就是这是慢，这是快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行不行，那这个。那我们当我们设定的场景的时候，要注意几点啊？这里按下去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这里按下去不放，它出现黄框。来，我们去玩这个。黄框是自定义，好，黄框是自定义。小心敲到头头哈。蓝框呢是什么？蓝框是电脑定义。那我自定义几个点给大家看。找到它了吗？有。好。这就是自定义的部分啊。是定义的部分，啊脸，static 哈 ，static 是自定义的部分，然后这个脸的部分呢是，是电脑分析出来的，它会帮你分析出 face， group， 啊 ，middle wide， 各种的镜位，那么你就点哪里就 take 什么就播出去，亮什么播什么，亮什么播什么，亮什么播什么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你可以自定义。那每个自定义下还可以选择 size， 这里没电了，还可以选择 size， 去副总那边拿两个小的小颗的，拿四颗。如果说你可以把它拉到一个，对，到副总那边位置找，也行的，在他那个附近呢。啊，有些大波浪的所在，用跑的，这样子头头比较出来了哈，比较出来了哈，好，头头比较出来了，好，自定义完毕，好，再来。播一播，播到找不到画面了。现在直播嘿，浪秀好不好？直接浪秀。那么这个就是分割画面，在分割画面上操作直播的动作，非常棒。嘿，小庄你好。哎，好，小庄进来，我的手机给我。小庄工作室哈，来，小庄工作室哦，爆开啊，作品非常多哈，也非常认真在这个行业。对对，刚刚那个在播的直播，好，只是他用 Roland 的。啊、哦，作品也不赖哦哈、哦，有机会，公司叫什么名字？逐梦印象工厂，工坊哈、哦，
可以在脸书看他的作品，还有他 YouTube 也有他的作品，啊，很认真负责的一个摄影师哦，哈 ，Boss 在这边推荐。那另外再来就是直播的作业，都发现他的特色之后呢，自定义跟电脑定义，自定义是黄框，可以自由选择赛事。那刚刚我选择 Autopilot 的速度呢是乌龟，那么乌龟呢适合在一般的那个美食节目，比较节奏慢的谈话节目。那么兔子呢适合在或舞蹈表演，好，以上还有乐器表演这几种的模式下，好，第二个麦克风，麦克风的部分分为 Mivo 本身的麦克风 ，OK， 好 ，Mivo 本身的麦克风，你好，那么这个是 iPad Touch 的麦克风 ，Mivo 的麦克风 ，iPad Touch 的麦克风，那么 iPad 麦克风呢，就是要买，本身是麦克风在这个方向。然后 i7 是在这里有麦克风，那 iPod 在这后面，那因此收音就会不对，收音就会不对，所以你就必须外接麦克风进来。那外接麦克风非常的复杂，必须先用一个混音器，好，先用一个混音器，好，混音器在这边，然后再买个芯片线，好，再买个芯片线，接着，然后这边推荐的麦克风是 M8。推荐的是 M8 麦克风，看这支 M5 麦克风。好，目前在直播里头用的最顺的就是两支。那当然呢，我们除了这些那个无线麦，你觉得预算太高的话，哈 ，LAV 麦克风这一支，这叫 LAV 麦克风，这个1000多块的麦克风，这个效果是最棒的。嗨，古物猎人，你的直播问题哈，已经刚刚在这边解决掉了。你在我们的脸书再留个资料，我们再把那个完整档再给你。杨慧，这两个是 OK 的，这样回原厂。那 LAV 麦克风呢，长这样子哈。这样子，那 LIV 麦克风可以接，直接透过这个样的方式直接进去。哎 ，Mark Fox Chai， 欢迎你哦，欢迎你。他就可以透过外接的方式进去的，好，外接的方式进去，非常的快，好。那怪机师这边限定还能监听哦，哈，还能监听，好，真的很厉害，还能监听，好。来，请说。这个灯亮了，那 audio up 的过来，那声音就完成了，好，声音就完成了。那你觉得声音太小，就加大就行了，好，加大就行了。要把插头分开。这个声音大致上就报告到这边，好，再讲下一段。那 Mivo 本身的操作呢，其实原厂给的资讯没有很完整哈，那必须要透过我们这些爱玩的人呢来帮大家协助哈。那他也有回去可以让你知道他的那个 Mivo 的一些 help 哈，教你一些东西，当然全英文的啦哈，全英文的。然后他也可以提供你一个 Mivo 用的这种收音线，啊，这种收音的这个混音器。好，来了，回到现场了哈。那今天大致上是在 Mivo 的方面做一些功夫，跟大家做一些交流，希望把 Mivo 的一个使用状况呢，用得尽善尽美，用到大家满意，用到大家开心。好，那 Mivo 的部分呢，我们很努力的在推广它的原因，是因为它的 CP 值是够的。哎，抱抱，等一下啊、哦、哈，它的 CP 值是够的哈，好，来抱抱。好，没有，回到现场了哈。那今天大致上是在 Mivo 的方面做一些。爸爸。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巧克力，巧克力在这边哈出现了哈。这位巧克力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。马克，它的最大特色就是这里哈，看一下。哇，这。一来就刚刚在跳厝诶，我规间怪家私人要不要跳了了啊？先跟大家介绍，这个是时下最流行的发型哈 ，QQ 头哈 ，QQ 头。那么他的头发呢？可爱到一个境界是什么呢？这辈子都不用烫了。我告诉 Q 诶，我唔怕空诶，叫 Q 叫过去。Mark 几岁？
一百岁哦，我哩咧惊死我了啦！100岁，然后 Mark 在这边，你在这边 Mark。这个，哎、欸，是，你要拆房子了，好，我知道，别拆。这个，哎、欸，小店没赚钱哈，别拆了。Mivo 的画质好好哟，是。啊，是。哦，这是 Mark 啊、哦、，Mark。哦，各位 Mark 哈、哦，来自于哪里？南非哈、哦，南非的 Mark。这里，哎呦，南非大概是他是南非人第一个进来的，我们还没有遇到有南非的客人，进来的人非常的多，全世界都有，那南非您就是第一个了，马克，好不好？啊，世界第一位南非人进到我们怪机室就是您了。哎，许志远你好，小武你好，啊，今天的 Mivo 直播呢，先这边告一个段落，那如果说你还有任何的问题呢，你可以跟我们留言，但是在这边拜托哈、哦、，Boss 很辛苦的在帮大家处理这些直播跟教学呢，也希望你们珍惜资源哈、哦。怎么说珍惜资源呢？也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哈、哦，能够先到网络上看我们所留下来的资料。你打 WINYEDA 空格 MEVO 或者是空格三轴稳定器，那么都会有相关的教学很完整。老板你们看一下。好、哦，我的 loading 真的太大了，也没有那个能力能够在现场安抚好大家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利用哈、哦。那我们这边那个来个 run， 好 ，Mark 有没有看到自己 ？Mark 在这边 ，Mark。你记不记得有个？哦 ，Mark 来自于南非哈、哦，他是巧克力哈、哦，看到巧克力。好、哦，在公车里头呢。巧克力。巧克力，对。巧克力是这个有一个有两个夫妻哈，各带一个孩子，一个是白人，一个是巧克力色，是黑人。那么他那个白人的那个小朋友呢，吃奶吃着就在那边吵，在那边闹，妈妈我要吃巧克力口味的牛奶啊，就是在指就是说，哎，他妈妈的奶已经吃腻了，他要吃另外一个巧克力的那个母奶啊。这有这个小笑话在这边以前跟大家分享啊，所以我都叫这个黑人呢都称之为巧克力哈、啊、因为他的肤色跟巧克力很接近，对不对？巧克力。那台湾也有一个艺人，以前有个艺人也叫巧克力啊，黑人也叫巧克力啊，他们很好玩哦。好，来巧克力呢的手掌是可爱的白色啊，巧克力的手掌，巧克力，好，巧克力，你要拆房子吗？好，那今天的那个专业教学呢，跟大家带来的是 Mivo 大补贴，教大家 Mivo 大补贴，还有，全世界第一位南非的小朋友跑到我这里来，啊，第一位来进会计室的小朋友啊，巧克力，叫 Mark， 啊，超高追的，一进来我们这边婆婆妈妈就抱着照相了，冰淇淋哦，还有没有糖，还有没有糖果？我们吃糖好不好？吃糖，啊、哦！哎，糟糕，电话来哈，拿走电话来，电话拿走，电话拿去接嘿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收播哈，不再拉低赛。好啊，现在南非的 Mark 来表演吃糖。这个哦，不要哈、哦欸，他不喜欢吃糖啊、哦。没有，他可能看他是包起来的，不知道。是，我拆给你吃哦哈。哦、要了，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、哎，对，来，嘿，等，吃糖哈，哇，对，那这个你知道，再放长一点的话，然后就拉出去这样，哇，然后就可以移动去拍摄，哎、欸，对，吃，看你有那种支架可以插那个行动电源，哇，先放电源，就是怕手机没电还是没电，哦，今天的直播很特别哈。今天的直播是直播小朋友吃糖果，厉害，啊、哦，他 Mark 师傅是黏上我了哈、哦、，Boss 被 Mark 给黏上了，他现在就是要我抱抱。通常呢，小孩看到 Boss 基本上是绕跑的哈、哦，是不会甩我的。没想到这个小朋友居然遇到 Boss 呢，要 Boss 抱抱，我的天儿呀！原来 Boss 这么老少咸宜，我都不知道。哎 ，Mark 住台湾吗？对。OK，Mark，Mark， 来自南非可爱的巧克力小朋友，巧克力小朋友，哎，吃下去了，睡哦。好好好，
好吃啊哈、啊！今天要卖的糖果是，好，我这边先收播哈，等我一下哈。现场很多朋友来了哈，我们把它收尾一下，好，玩一些特效给大家看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切换画面都跟大家解释过了哈，可以切来切去的哈，乱七八糟切，请看前面的画面，拜拜。好，这边也结束，goodbye。